一个弱女子是如何复兴她的故国。许人由之，众志且狂。由怨恨责备，众通中济世。许国大夫怪罪我，既交又余，乱斥责。在此是我国第一位女诗人许穆夫人所作。当时魏国被敌所灭，许穆夫人几经周折，多方求援，最终得到齐桓公的帮助，使魏国得以重建，体现了许穆夫人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。 Countrymen 同胞同国人。 Blame 责备， Shame 羞耻。 My countrymen put blame on me and feel no shame。 学习国学英语，传播中华文化。